Tribes 分享180123 KPOP 音乐节目一位数排行榜 Twice 以61次排名第六。截止至18年1月21日，网友统计了 KPOP 艺人获得音乐节目一位次数排行榜 Tribes 自2015年出道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里共获得61次一位，排名第六，同时也是榜单中出道最晚的组合。东方神起6月横滨国际综合竞技场连办三天演唱会。韩国偶像组合东方神起将于今年6月在日本横滨国际综合竞技场举行演唱会，成为史上首个连续三天在这里举行演唱会的歌手。东方神起在本月21日大阪巨蛋举行的五大巨蛋巡演最后一场演唱会上宣布了他们将在6月8日至10日期间在横滨国际综合竞技场举行。东方神起 Live Tour Begin Again Special Edition in Nissan Stadium 演唱会的消息。东方神起曾在2013年在横滨国际综合竞技场举行演唱会，成为了史上首个在这里举行演唱会的国外歌手。而6月的演唱会之后，东方神起将成为首个在横滨国际综合竞技场连续三天举行演唱会的歌手。东方神起此前已通过五大巨蛋巡演动员了78万名观众，加上在能够动员75000名观众的横滨国际综合竞技场连续三天举行追加演唱会，东方神起还将创下单一巡演动员超过100万名观众的新纪录。东方神起英语 TPXQ 韩语东方神起 Dong Ban Shin G 日语东方神起 TH Shinki 是韩国的男子偶像团体，成军于2003年，最初由郑允浩、沈昌民、金在中、朴有天、金智秀五位成员组成，属于韩国著名经纪公司 SM Entertainment。 第一次亮相是在2003年12月26日 BoA and Britney SpearsSpecial Showcase 上，随后在2004年2月7日正式出道。2009年东方神起中的三位成员金在中、朴有天、金俊秀因合约时间与酬劳分配的问题离开，并另组团体持续演艺事业。现在东方神起二名成员郑允浩与沈昌民